诸位同学，请看这个涉海所管之海最后一段啊，第十海啊，请看经文。诸佛子，彼天尘宝碟香水海外啊，这是第十个海。那么他所管的也有十海啊，请看第一个。次有香水海，名阎轮鹤翼光，世界种啊，名不可说种种庄严。香水海就是阿赖耶识里面含藏着这一类的东西，名叫焰轮鹤翼光。鹤翼是形容，形容光明之身啊。焰轮呢，轮都是表法轮常转，焰轮鹤翼光，我们就能够体会到这是大乘佛法的教学。无不是以破迷开悟，其如自信本具般若智慧为目标的教学。他变现的境界啊，就是世界，这个世界种大世界了，名不可说种种庄严。我们知道啊，佛在这个世界教学，无不是恒顺众生，随喜功德了。众生无量无边啊，根性不同，爱好有别，所以佛的教学当然是与释迦一样啊，要开无量法门。是八万四千法门呐，八万四千是归纳了，归纳为八万四千类呀，每一类呀无量无边的，这个意思我们现在很明显的能够体会得到啊，真的是法门无量啊，所以。这个世界中的成就也就是无量庄严啊，不可说种种庄严啊。从这句话里面
我们也能深深体会的。这个地方，众生善根福德因缘多好，能接受佛陀的教诲啊，非常难得了。学了之后都能落实啊，怎么知道呢？这个世界不可说种种庄严，如果佛陀的教诲不能落实，庄严从哪里来？唯有落实才显示出庄严。庄严都不可说，无量无边，那么佛所讲的无量无边的法门，那些学生呢都能做到啊！这是我们非常敬仰的，也是我们很羡慕的，应当要学习。再看第二段，自有香水海，名宝成露，世界种名普如无量雪。成在此地应当是说极其微细啊，微小啊，这是什么东西？宝啊，无量的珍宝。铺陈的道路啊，宝成路啊，当然这是表法啊，不是真正的无量珍宝铺一条路。为什么呢？这香水海嘛，它不是世界嘛，这是讲阿赖耶识里头种子习气。过去生中啊，广学多闻呐，这一类的东西，变现出这个世界种啊，普如无量雪，我们在此地着眼的是普如无量，无量是指的法门呐、四弘誓愿里面讲的无量法门，无量誓愿学，不单要学，他这个学。学是反复的学习，无数次的重复的学习，你要问为什么要这样学？那我们套一句大乘法里面的术语，法尔如是啊。这话是真的，终而复始啊！中国古人常讲宗始，不说始终，始到终
这一段，这一段就完了。宗时呢，那个地方终点的时候，立刻就又开始了。像我们时间腊月三十完中了，这一年中了、啊、接着呢明年又开始了。所以古人讲啊，物有本末，事有终始啊，它不叫始终啊。终始就是此地讲的玄的意思啊。无量法门啊，包括我们思想、言行、生活、工作、待人接物，诸位想想，哪一桩不是终而复始呢？啊，今天一天终了，啊，到晚上该休息的时候了，明天早晨起来呢，又开始啊。开始的什么？还是这个事情啊？天天要吃饭，天天要穿衣，啊，天天要做同样的工作。试问问，是不是仆入无量玄呢？啊，但是我们跟菩萨差的地方啊，菩萨门称心。点点滴滴跟自信相应，这个不可思议 啊！我们呢恰恰相反，点点滴滴都跟烦恼相应，错了啊！我们应该要回头啊！从哪里回头？我们讲习常常讲啊，啊，也是不断的在重复讲。为什么呢？你没有回头。天天在唤醒你 啊！你回头了，回头还是要天天讲，为什么呢？你很容易迷失。实实在在的话了啊，学佛学的时间久了，哎、啊，有一点功夫了。也就是说啊，在这个一天从早到晚啊，有那么一点觉悟了，觉悟的时间很短，迷失的时间很长啊。这一刹那觉悟了，第二刹那就又迷了。在讲堂里面听讲好像是觉悟了，下课出了讲堂又迷了。诸位想想，不重复行吗？重复就是阿赖耶里面熏习种子啊。
善因种子如果不熏习，你必定受环境呢恶种子熏习。啊，不是善就是恶吗？啊，我们善的种子熏习的时间少，啊，时间短，熏习的少啊，恶习种子力量很大了，熏习的时间又长，敌不过我，所以烦恼常常起现行。功夫确实不得力了，这个道理不能不知道啊，知道了不能不改。啊，改的方法不断的重复，读书要重复，工作要重复，工作重复重复，工作才纯熟啊！啊，不会不至于生疏啊！再看第三段，似有香水海，名具一切庄严，世界中名宝光遍照啊。这一类的东西好，具一切庄严。具是具足啊，就像我们世间有一类众生，要好心很强，啊，无论做什么都有强烈的愿望要超过别人，啊，超胜别人，啊，这一类的习气种子那么这个要好胜心呢，与烦恼相应的，与贪嗔痴相应的，果报在哪一道呢？佛在经上给我们说的，在修罗道。如果好胜好强，这里面能与性德相应，那就好了。啊，什么事情都要做到尽善尽美，不为自己，为供养三宝啊，为正法助世啊，为引导众生觉悟啊，哦，这是好的。那么他变现的世界宝光遍照，
无论在哪一方面，我们通常讲方方面面，点点滴滴，他都表现最优异的成绩，那就是宝光啊。他做得好啊，样样都是社会大众的榜样，都是社会大众的模范。谁做到了？诸佛如来如是做啊，如是示现的啊，在这个九法界里头啊，现身说法，诸大菩萨、诸大声闻，亦复如是啊。你问他有没有意思，告诉你他没有意思。啊，他有没有目的，跟你说也没有目的。那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？众生有感，法性自然有应。法性所应的，确确实实是宝光遍照啊！众生有心感佛了，佛菩萨无心而应。这个里头确确实实妙不可言啊。所以大乘经上常讲不可思议。几个人能体会得呢？思想想而无想，无想而想，念而无念，无念而念，说而无说，无说而说，做而无做，无做而做，这都是真的啊。但这个话很难懂啊。啊，你说有想好懂，你说无想也好懂。怎么无想就是有想，有想就是无想，这个搞不懂了。没错。这是如来果地上的境界。确确实实如是啊。啊，在大乘教里头，什么时候啊你才真正能懂呢，能体会呢？大乘经上说得好啊，啊，最低限度你破一瓶无明，正一分法身了，你听这个话了，你就懂了，你就点头了，啊，你不会反对了。但是自己确确实实啊，没有入这个境界啊。到什么时候才真入境界，真懂了呢？等地就行了。初地以上啊，
摩诃萨了，他们才真正懂啊，真正明了啊。啊，我们凡夫纵然不明了，如来的心得和一切众生的心得，什么时候不是宝光遍照呢？啊，就如禅宗所说的，踏破铁鞋无觅处啊，得来全不费功夫啊，就是这个光景啊。一旦觉悟了，哎，在我眼前几十年了嘛，天天是这个样子，我都没有看出来啊。今天豁然看出来了，明白过来了。啊，明白过来之后，穿衣还照吃穿衣，吃饭还照吃饭，啊，应酬还照应酬。哦，这个时候不一样了，这时候跟如来境界相同了，念而无念了，说而无说，无说而说，做而无做，无做而做。妙啊，没有看出来，没有觉悟啊，不妙啊。为什么呢？所有一切造作都跟烦恼相应，都在造业啊。这一觉悟之后啊，嘿，点点滴滴跟自心般若相应，跟自性德相相应，完全不一样了。啊，我只讲到此地，诸位细细去体会。啊，你要会了，受用不可思议。再看第四句，似有相水海，名不中宝网，世界种名安不生命。这一类的种习叫不种宝网，宝网是表法的，要用我们现前很容易懂的话来讲，这是什么样种子呢？喜欢修布施，布施占卜啊，就是布施啊。对于财布施、法布施、无为布施，很喜欢去做。多生多劫，尽心尽力去做啊！这个种子习气，在阿赖耶识里头，自然成了一类。这一类种子，遇到缘，
它就现象了，它就变现了，成一个世界中。这个世界中叫安不生灭。你看看因跟果相应的，生命是圆顿的大法，生法甚深啊，灭浅学的人不能懂啊，不能理解啊。我们常讲中下根性，无分啊，哪些人能明了呢？叫上根立智啊，这一类的人不是一生修集的，生生世世啊，修这个三种布施啊，而且布施都跟性德相应。般若经上讲的三轮体空，所以他的果德了不思议。稍稍其如大乘境界的人能体会到少分，啊，这少分的体会就很难得了。他能够增长学习大乘的信心，能够兼顾修学的宏愿。这个深迷是实现境界都没有离开我们眼前呢。只是我们粗心大意，没有仔细去观察。你要细心去观察，你就发现到啊，样样事情都神秘啊。啊，以最普通的这一个现象来说，啊，最普通的，我们这个身体啊，从父母生下来到今天呢，啊，这个身体，你看有眼耳鼻舌，啊，这个里面有许许多多不同的器官。组织配搭那么样的巧妙啊，全身每一个器官密切合作，啊，从来没有看到他们闹过意见啊，没有起过冲突，
啊，发生过纠纷没有？这什么道理啊？谁造的？这个理生灭，事生灭，因生灭，缘生灭，果生灭。你说哪一样不生灭？六根、六尘、六识这个境界，随便念一法，你没有去观察。你要去观察的时候，真的，法法都生灭。外面的境界，佛常讲的，一毛端。一微尘，啊，内里面起心动念，戒业感苦。确实。点点滴滴，无一不生灭。啊，这个生灭真的是暗部法界虚空啊！啊，这个夜莺，我们在此地讲呢。物种宝网像水海变现出来的，我们的华严，诸位千万要记住，华严的总纲领、总的教诲，一解释多，多解释一，一多不二。你才能真正体会到佛华严的味道，决定不能用妄想分别执着。啊，你要读诵、研经、听教，必须要遵守。马明菩萨在《起心论》里面给我们讲的态度，立言说相，立名字相，立心缘相，你才真正懂得这里头的味道啊！立一切相，即一切法。哎，佛讲的太好了！我们今天天天读，天天学习，天天在研究讨论，而不能入境界，什么原因？没立相。无论是读诵。是听讲，是学习，没有立言说相，没有立名字相，没有立心缘相。这样搞法呢，只是在阿赖耶里头种一个种子而已。啊，天天学习，天天下种，我的种子无量无边呐。烦恼习气种子比这个更多啊，不晓得多多少倍啊。烦恼种子把你这个佛法种子压住了。
你不会起作用。所以我们生生世世不断地在学习，在熏习，希望呢我们佛法种子年年增长啊，烦恼习气种子呢，哎，年年减少啊。到哪一天佛法种子多超过烦恼习气种子，行，功夫得力了。境界就好了，就这么一个道理啊。因此在日常生活当中，起心动念之处，古大德常讲，不怕念起，只怕觉迟。这句话几个人真懂，念头一起，立刻要提起观照的功夫。啊，什么叫观照呢？念头才起，我就知道，这一念是跟烦恼相应呢，是跟性德相应。一起来我就看到了。啊，我们修净宗的人，世尊教导我们，第二念就换成阿弥陀佛。阿弥陀佛与心得相应的，念念是阿弥陀佛了，烦恼种子就进不来了，就不会起现行了。念佛的原理如是。所以大势至菩萨教我们都摄六根净念相继。啊，你什么时候中断呢？烦恼习气立刻渗透进来了，肯定的嘛。啊，于是我们就能够体会到啊，我每天烦恼习气种子有多少，我念佛的种子有多少，不成比例啊。那么要问呢，我这个念佛妨不妨碍工作呢？给你说，一点都不妨碍。这个法门无比殊胜在此地。啊，站着可以念，坐着可以念，走着可以念，睡着也可以念。啊，祖师大德告诉我们，睡的时候念不要出声，心里头默念。啊，出声是伤气伤身体。啊，站着坐着走着出声也行，不出声也行。念念不断呐，用这个方法了，控制烦恼不能够渗透。啊，功夫久了，佛法里面讲啊，烦恼被降服住了。啊，什么叫被降服住呢？功夫久了的时候，你不念呢，烦恼也不起作用了，它也不起现行了，它已经被你控制了。这什么道理？你
念佛那个这功夫得力了，就是阿赖耶里头种习量啊，大概跟这个烦恼习气可以平衡，稍微还多一点，这成控制住。要不是这个样子，你怎么能控制住？我们讲用百分比来画吧，我念佛这个种子有51%，烦恼习气种子现在只有49%，控制住了啊，你超过了一半，一半还没有办法控制，必须超过一点。这个要自己努力呀！啊，佛菩萨再慈悲呀，一点忙都帮不上。佛菩萨只能劝你，只能给你做样子。啊，你看看佛菩萨说：“你看看我，我没烦恼了。”啊，阿赖耶识里面，我的佛法种子99%，烦恼只有1%。啊，根本就不起作用了。我们看这些有成就的人呐，啊，阿罗汉，这个佛法跟烦恼习气的种子来比例，啊，阿罗汉大概是。佛法有60%啊，烦恼只有40%啊。啊，那辟支佛呢，比这个阿罗汉高啊。啊，大概佛法有70%，烦恼只有30%。那菩萨呢，大概。烦恼习气大概只有10%的样子，啊，佛法有90%，佛是圆满了，一点烦恼都没有了。我用这个方法来讲，大家好懂啊。那么现在我们的状况就是，我们佛法种子在阿赖耶识中不够啊。啊，跟烦恼两个对比啊，不是比例啊。所以烦恼扶不住啊。60种起心动念都是烦恼在作祟。应当求。再看下面第5段，自有香水海，名妙宝庄严床，世界种啊，名世界海明了音。这个蟹种好啊，妙宝庄严床啊，啊，都是修学大乘烈心道德所成的习气种子。变现出来的世界种，世界海明了音，世界种叫世界海明了音，
世是讲时间，过去、现在、未来。啊，中国古人讲啊，30年叫一世啊，所以这个世字是3个世。啊，30年叫一世。界是讲的空间，时空无有边际，所以用海做比喻。啊，这个世界的这个名称是世界海的明了音。那么换一句话说，它没有不明的，它没有不了的。明了都是慧呀。啊，这不就是说明这个世界种里面的注重智慧圆满。摄智全智啊，那这是什么世界？如果文字具足，我们相信它这个里头一定会有纯一清净。妙宝庄严中席所现的，我们读了这么多了，这个长行文我们快要念完了。总要去悟啊，唯有真实智慧现前，才能解决一切问题。今天这个时间，许多人都非常关心啊，这个世界过处冲突太多了，如何消灭冲突？多少人在想，冲突真能够消灭吗？我们在旁边冷静观察，难了，太难太难了。难在什么地方呢？祈求消灭冲突这个人的本身没有离开冲突，那怎么能消灭冲突呢？啊，什么才能消灭冲突呢？智慧。我们没有离开烦恼，我们智慧没有开，自己内在的冲突不能消灭，怎么能帮助世界、帮助别人消灭冲突呢？佛法、圣贤的教诲，无不是反求诸己呀。
消弭这个世界众生的纷争冲突，是从自己心性里面用功夫，在这扎根呢、啊。然后光明遍照啊，哎，才能真正帮助众生消灭冲突，和平才落实啊。现在时间到了。